你好，我是李崇汉，我是李希医学的创始人。最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我们开了第76期的易经富有密码。我们现在郑重宣布，即将要开线上版的《易经富有密码》，所有的线下版做一个不一样的10.0的升级版。我很想要在接下来线上版的易经富有密码告诉你5大礼物。第一个是加倍丰盛的3大法宝，首度公开瞬间秒懂人心的面相学等完整的面相学的口诀跟心法。再者，避免成为富翁的通关密码，想象一下，可以大起不要大落，那不是更好吗？或者是能够长期的获胜，不是更好吗？第4大礼物，轻松迎向新未来的易学应用，你如何选对方位，选对时辰。第5大礼物，即将跟你分享加倍富有的手机号密码。然而，手机号等于你的第二个生日，比你的名字更加的重要哦。宇宙的自然规律当中，最核心就是数字。我很高兴，也很荣幸跟你郑重宣布，李崇汉要跟全球的学友们一起互动。大家好，我叫陈建峰，我是李秀颖。我是梁婉莹，我叫陈伟玲，我是郑颖生，来自马来西亚，来自广西南宁、上海、福建厦门、广东湛江，来自中国大连、河南郑州、南宁、浙江省宁波市、杭州，我来自天津、海南 ，from Australia， 云南昆明、广州、吉隆坡，来自福建马六甲、香港、湖南的长沙、杭州、广西南宁、山东，学习李氏学，让我们的人生加倍富有，来跟你分享易经富有密码的线上版，让我们在线上不见不散，期待你的到来。我也即将拿出20年的研究的成果跟你做进一步的分享。我非常重视有用比有道理重要，救命比顺命更重要。我抛开复杂的理论，直指人心，即将告诉你，让你轻松迎向新未来。我是李崇汉，我们线上见，谢谢。